其实我真的到现在还是很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站在这里，所以不如你们去问那个原告好了。首先谢谢大家关心，然后也很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时间，那我觉得该说的话我在法庭上都说了，然后也很谢谢法官很耐心的听我说，那希望我相信法院会有最正确的判断。那其实我真的到现在还是很不明白为什么我需要站在这里，所以不如你们去问那个原告好了。谢谢大家，顺利还是谢谢。